是霸州市辉腾家具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顺。我们跟金城激光切合作了有一年时间了，2019年11月份购买他们的第一台机器，到现在今天我们已经有4台了，当然我们今天又签了一台，我们第5台设备正在制作当中。自从我们用了金城激光的设备之后，我们家具的精准度还有各个方面的质量又提高了一个档次，所有切完的东西没有任何毛刺，孔距误差在0.1毫米，为我们的产品质量保驾护航。